出现，失误出现之后有状况，反而还是会。哇，这一棒要看这个球还在飞耶，也过去了。哇，梁家荣，他连着两周都有开轰哎，上周全队一轰而已，就是他轰的。突然间长打能力也展现出来了吗？本季的第三支全垒打，在上周开轰的时候呢，也让他圆梦啊，人生进入中华之邦第一次在主场 MVP。 有时候这个手感真的是骗不了人的哈，他那种状况好的时候，那狮头球不能出来。对，有时候不是狮头都会被咬出去了。刚好就被球迷可以捡到，从这个慢动作再看一次啊！哇，这个球跑到五号位置了，正红中了哦。